马上就要最后一次排名发布了，我觉得结果不重要，重要在于过程。越努力越幸运。吓死我了，是停电了吗？要死啊！合作舞台表演曲目只有五首，35名练习生是不是都能选到自己想要的歌曲，并且跟自己想要合作的导师合作呢？合作舞台的选歌环节正式开始。好，记住你的编号啊！啊，有请下一位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就是你啊！哎，是不是这个？来了！一号是我的吧？你看，你看，或者他想在你那边加段 rap。哎，李老师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分 part 啊。不是我给他上课吗？等于是我们的歌交换。对，我们是调换的。第三次排名公布正式开始，此次排名最终留下来的人数20名，21到35名的被淘汰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